两好三坏，福康莽球数。哎，选到了四外球保送了。更好的一个安打串联是会增加得分的一个效率了。不说不易啊。到目前为止，头部之间暗号还没沟通好、啊。是。到时候又看错暗号了。好球一坏球，两出局限得点圈占有跑者。这球出棒打成的在三垒方向比较软弱的滚地三垒手接球之后呢，传一垒，哎呦，没接到，哇，没接到，现在回来得分了。那现在黄天志上二垒，这边传又传歪了。我还好，重要的手即使能够在二垒的后方啊来去做补位啊，又落后到后面的黄天志很有可能就直接跑回本垒了啊。那这个球三垒手决定要去处理 ，OK 啊，时间都来得及啊，是，只不过是一垒手这边并没有确实接球啊。嗯，我们再看一下，蛮到位的啦，区前接球包括传球啊。OK， 看一下，是一垒手没接好、啊，虽然是传偏，只是传偏一点点而已、啊。一垒手都是有机会能够接好、啊，